哟，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。今天肯定是你们最爱的内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今天是恐怖片。我说要放叫的声音，恐怖片就恐怖片了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又要被吓了。一早起来就要被吓，现在。早上八点看鬼片啊！我连早上八点看鬼片呢，有啦。但是这次我有人陪我一起看鬼片 ，yes， 而且还是美女哦，边看鬼片还可以色色，好像不错。好啦，我们有请佳倩。来，自己拿一只，来，进来，耶、yeah ！有人陪我看鬼片。Hello， 我是佳倩。很短呢，你的介绍长一点。我是美貌甜甜如玫瑰花带刺的佳倩。对了，看片。怕鬼了吗？怕啦，你是我男朋友哎。你不懂我怕鬼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男朋友。竟然连你怕鬼都不知道，那家里想要怎么办？哎，好啦，看鬼片。Look at this place. Hey man, what's up? It's like oh, yeah. 这是茅坟墓。Do you see that?我在怕，我已经被你们训练到了。我也没有在怕，别吓吓到吗？我想看那个手为什么没有腐烂的。What the? Is it almost？ 这手没有腐烂的，假的吗？这短片假的，我已经被你们训练到。说什么话 ？Flashes on. All right, let's take a look.还有，不要遮，要看鬼片就不要遮。我看。开眼呢、啊！你怎么了？有没有看到吗？我是被你吓到。你有在看鬼片的吗？你有在看？看鬼片不是叫你全程闭眼看鬼片？看他要出来就闭一下了吗 ？Flashes on. All right, let's take a look. What's in there? Hello. 完蛋了，等下拍完要被揍我。Amy， 又不见了，转身，怎么不见了？转身了，哦，幸好没有转身哦，哇，转身的话我就怕。这个不好啦，你找这个不好啦。不是我找了，他找了。没有，他找得很好。啊，你不敢怪人家，你敢怪我而已。我太难了。搞啊 ，What's wrong？ 他是什么？一个腿。有人来了。You。他喝醉是吗？怎么样子这样怪的？他是被附身。Yeah. 他很像一个洋娃娃呢、啊， yeah. 就是那种然后就会动的那种。你模仿一下，他叫声。娘娘，他还是讲了人家的。娘娘。OK， 不恐怖，我血好像喷到你脸上哦。可以救我吗？他是转，好恐怖！哎，你也会耶这个？这种影片哦，就是这样好了啊！反什么后空翻？后空翻两次，然后跑过来吓你哦！你坐一下。哟，在停车场遇到这个东西。没有了，这样吧，没有了没？真的没有了。
就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就跑，就跑去电梯里面。因为后面有另外一个人，他就是看到有人在追他，然后跑啊，嗯，就像我追你这样，然后你跑哦，所以我知道了。俺们单身狗，俺们受不了，俺们想恋爱，俺们没人要，俺们吃狗粮，俺们今天吃，俺们昨天吃，俺们天天吃，俺们给。耶，这是什么？耶，它是那个人的头。有没？有啦，你看。咦，好像是耶。什么没？是没？好像真的耶。真的。还吃人的头，哇啦喂，这是电影情节是吧？应该哦，那种 green screen 啊，把这个讲啊，好恶心。你是会喜欢吃头啊？这个什么头片？这是吓人的是吗？电话、手捻微信吗？真巨额的，啥的？他放去微波炉，爆炸哦！还是会爆出一个什么？爆炸就爆炸，为什么？会恐怖？爆炸而已吗？怎么爆炸这样奇怪了？哟，哟，哇！哦哟，哟！我又觉得他像哈利波特的那个。你可以不要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好吗？我喜欢哈利波特吗？还是我喜欢哈利波特的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爱你。像我就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的。什么车？这是一辆特斯拉。它侦测到有人，然后外面是没有人的，外面是墙壁来的。嗯，所以是幽灵。它侦测到有人，然后前面是墙壁。我的毛切哦，你看。你本来就很多毛啊。有毛是漂亮的，不要再讲了。下面的猫啊，叫喵猫。爸爸到底那个叫做什么猫？我说你爸爸也不知道。他说，爸爸，你常常叫我那个叫小鸟，你的是不是叫老鸟猫？哦，这个。哇，真可怕啊！拿这种玩具走在街上。讲我在泰国的时候，我也是看到很多人拿着这种洋娃娃，坐在街上啊，然后他们身上很惨。是吗？这样你觉得他是有遥控器在操控他，还是有那个鬼啊在附他的身？因为你知道泰国有很多这种鬼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曾经买过那个娃娃是遥控器的，然后还会叫就问你自己。这个 What the fuck 哇，这个我有被吓到。这个我真的有被吓到。镇定一下先，等下上去跑跑跑，镇定一下。他被附身了。后面是什么？他附身！我进去！哇，两个附身！他抽血！他抽血！你模仿一下被附身的样子。那也是僵了。像总比啦。你会不会的？我才像。模仿一下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Yeah!
怎样开心吗？看鬼片？不开心，是跟你很开心。啊讲讲哎，我害羞哎，讲真我对啦。好啦，那如果你们还想要佳倩再来我的频道看影片的话，就留言，留言什么？留言啊，佳倩，记得留言哦。不留言的话，看到我挣脱吗？好啦，那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记得留言啊，漂亮们，佳倩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叮，我们下集见。